用到的一些工具。对对对，这才是真的很可爱。这里有没有什么你自己本身最爱的 part？ 哦，最爱的 part， 我觉得这个视觉效果非常惊人。真的耶，他们自己做的吗？手做手标，就是这个标本，就是在变成真正的标本之前，这是一个就是必经的过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类成为标本的时候，你看像它，这不是标本吗？标本不是通常都是一只标本，然后胸口插一个大头针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在胸口插一个大头针之前，这是它经过的一个过程，因为它这个过程呢，就是它会。它上面看到很多大头针，其实并不是插在本身身上，它是插在它上面有铺一层透明片，其实哪里有透明片，很难看得出来。有看到吗？后型透明的，是这样吗？哪里？那，咦？我现在是绿色的，拍起来拍不到，其实有一点反光，就是用肉眼看，肉眼才看得到，那我现在只能用肉眼看。哦，真的有，就一层薄薄的感觉。对，一层薄薄的，有点像我们吃糖果的玻璃纸的感觉。对对对，那个东西是就是把它的翅膀啊什么什么全部都是，对，就平铺在就是这个展翅板上面，这个东西叫展翅板。然后展翅板会依据它就是它的翅膀的，就是那叫什么翅膀展开的幅度，然后决定它是在哪一个展翅盘上面。那这个 part 呢，我最喜欢的部分其实是这张图。哦，真的，真是完全对。这张图就是生物都会有保护色嘛。那但是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它下面的翅膀是有别的颜色的，渐层的。那其实我蛮喜欢、就是，你们这解析度超高哎、欸！你们这张图这是在台湾洗的吗？这是啊，解析超好。这张图呢，其实像本身它是没有，就是它不是那种攻击力很高的生物，就是它没有什么所谓的